湾之湾一年去 Angel 旅游不是梦，旅游番外篇啊，第7的是咁的啦，终于啊，今日啊，2020年4月15日星期三啊，终于啦，唔使又再讲口罩啊，新冠状病毒嗰啲疫情啊等等啊，咁啊，其实而家咁啊好好彩啦，咁啊想讲一下啦，我哋香港啊。暫時的確診人數就是1013，是啊，咁啊千人啦，咁啊死亡人數就4人咁樣嘅，咁啊算比起其他國家嚟講咧，已經好好啦。咁啊最近咧就係第一位嘅美國啦，今日見佢好似係有60幾萬嘅人數啊確診啦。咁啊，都好緊要下，其實都好似死亡人數都20000以上啦。係啦，咁啊，因為成日都講疫情啊、口罩啊，咁都好似圍繞住，都係暫時仲係圍繞住喺我哋呢個日常生活啦。咁啊，最近我有啲口罩，之前拍落嚟啲口罩片啊，都上升咗，即係好多人點擊。不知點解突然間多咗好多人點擊關，即係佢哋都好緊張口罩呢樣嘢。咁啊，講下另外一啲嘢啦。咁啊，咁今日呢段片咧，終於唔使啦，即係向呢方面啊。咁啊，就講下呢個本港啊，香港嘅一啲酒店，因為酒店咧都算係旅遊嘅嘢啦。咁竟然有一個好嘅消息咧，就係話啲月租酒店又平咯喎，咁啊有成8000多蚊個月都有添喎，有啲咁啊感謝呢個叫 onehotel.hk 先啦 ，RUN one 酒係嘛？係啦，咁啊好感謝佢啦，咁啊揾到一啲酒店推介俾大家嘅，咁啊。在尖沙咀和佐敦區的啦，其實它越港呢它會越有些都會貴一點，是1萬多元至2萬多元個月，那些我不說了，我就抽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啦。第一間呢就叫做恆豐酒店，這間其實是位於在佐敦的地鐵站，其實樓上的，就是在即係直情係某一個出口嘅上面已經係通添嘅，直接去到嘅。咁有時咧呢間恆豐酒店咧都有推介啲自助餐嘅喎，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？即係之前啦。咁而家呢個有個30長住優惠計劃啊，每個月啊只需係8500啦，已經包埋服務費啊。咁啊，透過酒店查詢啦，咁啊呢個網啦，又係 One Hotel 呢個優惠網啦。仲會有額外900折添啊！哇，即係跌咗之後咧，就係8300啊！咁佢話咧，酒店每日2次咧，都係用消毒嘅酒精噴霧徹底去消毒房間添嘅。咁啊，每星期啦都會送2日嘅涼茶。哎呀，涼茶唔係個個啱飲嘅，好似都仲會有呢個健身室啊、高爾夫球練習區同埋户外嘅休憩。空間添啊，咁啊月租嘅客入住嗰時嘅自助早餐同埋半自助餐啊都有50%，即係半折嘅優惠啦。咁而家睇下呢一個間嘅外形啦，咁啊雖然就好似都幾係即係唔算新潮嘅呢間酒店，但係叫做都 OK 嘅，算大嘅。咁啊，總之就預訂日期咧就至到6月30日嘅。咁啊，呢個地址啦就係喺尖沙咀雷東道22號。咁啊，另外第二間咧就係尖沙咀興樂庭亞士里公寓酒店，呢個咧其實就個賣相就好啲，但係就會貴啲啦，即係一跳就跳咗呢個10000-15000啊，月租。咁佢裏面咧最主要咧都係房裏面仲設有呢個煮食用具，即係頭先嗰間係冇嘅，亦都有微波爐可以煮食噶。咁所以咧，就算住喺酒店咧，都唔使餐餐食外賣啦。咁而且酒店最細房個房咧都有193呎噶。
咁今次嘅月租優惠咧，最長可以租一年添喎。哇，咁唔知使唔使一次過要俾曬錢咧，定可以分開俾啦？咁房間咧就已經包括一個星期兩次嘅房間清潔啦，免費 WiFi 上網啦，免費使用呢個一啲手提電話撥打10個指定國家。我呢啲其實一向普通酒店都會有嘅。咁啊，佢話有呢個主食都齊全啦，主食爐啊、抽油煙機啊、電水壺呢啲一向都有噶啦，其實都。佢有特別啲就係烤麵包機啦，咁佢呢度有寫月租啦，10,500嘅房型係非常之搶手嘅喎，咁啊或者要提早幾個月前預約添。咁呢間都幾市正嘅個樣，市正正噶，即係算係新潮翻啲嘅啦，似我哋而家現代屋企咁樣。係啦，咁啊呢度就 show 俾大家睇係有啲咩主食嗰啲咁樣啦。咁沖涼咧就係企缸嘅，咁你知道唔係好大啦，所以都，但係佢有冇窗咧？其實得一隻窗，好似睇嚟你後期呢一個好似都未必會，佢可能有啲房間有窗，有啲房間冇窗咯。咁佢仲話如果經呢個網咧優惠咧，可以享有6折原價咧係月租是18,000，即是接了之後才10,500，即是一定是要經這個網啦。那這個興樂亭亞士利公寓，這個都很了論，是尖沙咀的亞士利道18號的。那那個位置其實我沒有記錯的話，好像是近住美麗華那邊的，不知道是不是，到時你們大家看看吧。第三這個便宜一點了，就是九龍的彩虹酒店，月租8,638元起啊。這間也是在佐東站的，只需行3分鐘啊。這間我也很熟啊，其實都行一段路，這個其實我應該都有去過。他說36個月租呢，最便宜的原價咧就係888啊，而家嘅優惠價就係8,300喎，已經包埋服務費噶啦。咁啊，呢個公寓即係其實你睇佢呢個型咧，就有啲似好似旅館 feel 啦。咁佢個地址咧，就係佐東嘅西貢街23號嘅。好啦，第四啊，呢個叫寶御酒店，又是尖沙咀區的，月租最便宜10,000元。咁咧，佢話咧係尖沙咀港鐵站同埋渡輪碼頭啊，都只有幾分鐘嘅距離喎。咁渡輪碼頭係咪即係近海旁咧？即係喺呢間寶御啊，又冇乜點聽過喎。睇睇下佢裏面嘅格局，哇，好嘥吧喎！如果佢話每月10,000元咧，呢個其實都幾即係都可以啊。其實都佢而家其實係咪個窗係咪真係見到出邊嗰個景咁靚？唔知咧，即係可能佢局部有啲靚嘅房show出嚟俾大家睇啫。即到時是不是這些呢就不知道了，不過就都幾實惠咯，即10,000元算是這樣咯。這些真的他這裡沒有寫話有得可以自己煮食啦，煮食就是剛才那個。好啦，富豪的九龍酒店300,000啊，就是10,500元起，這個都叫做挨近10,000元啦。咁如果其他咧，嗱呢個咧就係近尖東嘅，咁啊富豪九龍酒店咧就係尖東嘅摩地道71號。好啦，帝苑呢個就貴一啲啦，就16,800，呢啲應該你哋都唔會考慮啦，所以我就唔講啦。係啦，即係。大致上是這麼多啦，見到這幾間呢，自己會
钟情于但是有得可以煮食这一间啦，是吧？即都是10,500啊，有埋得煮食啊，同埋就市正好多啦，同埋应该都会新啲嘅。咁我较为会鍾意推介呢间。咁我望呢之后睇下会再有机会平啲。当如果当我係呢间嘅话呢，月租如果真係可以跌返落嚟8,000啦，8,000+7,000+嘅呢，咁真係都几抵嘅。咁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啦。好啦，鍾意片嘅朋友请赞 like 同订阅，阿呢都嘅心啦。